脑梗可以完全康复吗？脑梗，我爱人50岁，不喝酒，有吸烟史，身高1.70米，体重目前有92公斤，降到83.5公斤。2018年有过一次轻微脑梗，主要表现在左手突然抓不住东西。当时没去医院，我教他运用原始点，去原始点馆做了按推，回家温敷，加喝姜粉，当时恢复了健康。后面每年冬季都会去那家原始点馆按推20天左右，平时他自己也会喝姜粉，晚上睡红豆袋。2020年末没有去按推，晚上也没睡红豆袋，姜粉喝的也不及时了。在今年5月末有头疼没在意，直到6月7日一早，头疼让他很难受，自己去了医院做检查，医院经过核磁检测说是脑梗，出现左侧身体活动受限，生活不能自理，大脑对时间的活动受限，不清楚日期、月份，视力受限等症状。在住院的18天期间，佳姐每天都会去医院给她做头部、脊椎、肩部按推，早晚喝姜粉泥，干姜粉1勺调制而成，红豆袋温敷头部及大椎。住院第6天开始下地走路，出院后基本上1天1次按推温敷，加强头部按推，并涂抹姜粉泥加红豆袋热敷。在家康复有2周了，现在每天一步一阶爬楼16层楼，至少3趟，视他体力而定，有时体力好可以爬6至8趟，甩手加举手加肩部拉筋运动。平时饮食主要以温热清淡饮食，饮用水主要是15片姜片熬煮的淡姜汤。他一天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按推没有那么疼了，但对时间概念依然不清楚，反应迟钝，肢体的协调性、灵活性还是受限。他自己对病情还是有恐惧，不敢停药，以降血压、溶血栓的药物为主。想请教：一、我们操作流程，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更快康复。二、有时还会胸闷，上不来气，头懵的状况。发生这些状况时，给他按推头部及上背部，当时会有改善。请问还应该如何做，以彻底解此症状？三、姜粉泥加红豆袋。爱人说头部像着火，近期我们所在的城市气温很高，家里也不喜欢开空调。我们改为了涂抹姜粉泥后，不再加红豆袋温敷，而是保持头部自然干爽，这样的操作他可以接受，但是不知道这样操作是否正确，热源是否可以补充进去。四、目前内热源的用量是否合适？现在早晚喝姜粉泥，1茶勺姜粉调制而成。五、周围的朋友说脑梗很容易2次复发，让我们多注意，请问该如何做以防止复发？六、以原始点理论，他的症状可以完全康复吗？我们相信原始点理论是源于相信身体具有强大的自愈能力，非常感恩张医师传播推广原始点理论，让我们受益。南湾团队回复：一、通过您对爱人脑梗的操作过程，看得出您对原始点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您爱人对于病情有恐惧而不敢停药，说明他对于原始点医学理论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并不清楚这些西药是极寒的，会严重影响身体组织器官的运作。而降血压和溶血栓的药物也只是西医所谓的预防脑梗再次发生，对于造成脑梗的原因，原始点认为脑梗等任何的疾病都是体伤及热能不足导致，脑梗
主要是在头部提伤，需要通过精准到位的按推来解决。而热能不足，主要用外热源肌运动、休息、良好心态等来补充及提升。那您在用原始点的同时，继续吃这些寒凉的药物，一方面不利于热能补充，另一方面加重头部的体伤，而推迟病情的修复，就如同一边吃毒药一边吃解药一样，得不偿失。所以在吃西药这方面，希望您爱人能够在充分了解原始点理论的情况下，再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吃。您描述的近期的操作过程都大致符合原始点的处理方法，但是很多细节方面需要注意。在按推原始点方面，无法准确得知您去的原始点馆和您自己原始点的手法如何。但您提到爱人原始点没有那么疼，但是症状依然严重，并且时常呼吸困难，而且还会因太热而拒绝姜粉泥加红豆袋温敷，可以推测出您的按推手法还是存在问题的。脑梗的体伤主要在头部，呼吸困难的体伤在上背部，这两处原始点上要仔细把痛点找出来，着重按推解开，而不是每天按过一遍原始点就算是做完功课。您有按推肘部和手部，这些地方按推也会有一定帮助，但是重点在于头部和上背部的痛点，希望您能在这方面多花些时间。在按推头部及上背部原始点之余，也可以在头部的其他地方找找看是否有痛点，若有也要按推解决。按推后，姜粉泥加红豆袋、电热器、暖贴等温敷尽量保持24小时。按推次数一天可1到2次，若他体力可以接受，也可以在不进一步消耗他体力并且能精准到位按推的前提下增加次数。也建议您到就近的官网认可的公式推广点进一步提升您的手法。在热能方面，患者自身的运动非常重要，也是能否完全康复的关键。脑梗的症状在正确的按推和热源补充下可以恢复得很快，1到3个月内就可以痊愈，但是体力的恢复是更加漫长的。在体力恢复过程中，不可掉以轻心地以为已经痊愈而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更是要加强自己的锻炼。肢体协调性可以每天分多次举哑铃、快步走路、爬楼梯、俯卧撑等运动，对于大脑的协调性锻炼非常有帮助。运动量以微微出汗、运动后身体轻松舒畅为宜，每日多次。不可因为当日体力好些就额外做很多运动而后非常疲惫。另外，每日饮食需完全避免寒凉，只食用温热的食物。具体请参考原始点医学手册附录的疏食寒热表。外热源的补充重在持久，每日24小时最佳。若涂抹姜粉泥加红豆袋后，患者感到热得受不了，可以适当降低红豆袋温度，或用暖暖包等其他外热源，也可开空调降低室温到温暖舒服的温度。但热得受不了往往都是按推不到位、体伤没有解开的体现，还需要着重解开它的原始痛点。内热源的补充可以每日多次服用有机姜制作的姜丸10到15粒，干姜片煮姜水每日用量50到75克，上限150克，是患者的接受程度适量调整。也可以改用浓参汤，常规用量50到75克，上限150克。二，您爱人依然有胸闷、上不来气、头懵的状况，一定是头部和上背部体伤没有完全解开所致，请通过按推对应原始点找到痛点予以解除。
按推原始点已经不太疼的情况下还有这些症状，说明痛点可能在深层或者还没有完全找出来，所以您的手法、力度、位置都需要调整，才能把痛点都找出来。按推解除痛点后，外热源的补充也需要保持。三，前面已经答复。四，前面已经答复。五，至于要如何防止脑梗复发，只要患者脑梗相对应的头部和上背部体伤都解除，体力不断提升，保持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没有了造成脑梗的因，怎么会复发呢？六，原始点有许多脑梗中风后遗症的案例，患者也都恢复了健康，是否您爱人可以完全康复，关键在于按推、内外热源、运动、休息、良好心态等方面是否能做到位。建议您及爱人反复学习医书中重病处理这一章节，对于原始点有充分了解，那完全康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只有学好了原始点，健康与否的自主权才是掌握在您自己手中的。啊，这个脑梗，我发现回答的太句序迷疑啊，写的太仔细了啊，我而且写的几乎都是标准答案啊，我发现而且回答的非常有耐心啊，这里已经把他的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如果我要勉强说的就是说，其实原始点它已经既然说是医学，从诊断到治疗它已经就成为一个就是有一套的整体体系。比如从诊断，当你发生整条腿或是整只手，我指的是整条或整只手然后出现不管是无力、偏瘫这些，你就知道头部有问题了。所以偏瘫是头部管的，所以在治疗方面当然一定是以头部为主，然后患者加上还有胸闷啊、呼吸这些问题那自然就还有上背部的体伤问题，所以志工都也回答得很到位。所以从你诊断的时候，也就是你不要管那个病名到底是脑梗或是脑出血，这些都是果，果不会造成果，不会造成你偏瘫的问题，不会的那所以治疗不是我们要去治疗脑梗或是脑出血，因为它既然是果，我们只要把体伤头部的体伤按推然后再温敷热能不足让它热能不足也可以改善，那自然身体就会去修复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偏瘫这些都可以改善所以它是从因下手，那从诊断一开始它就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疾病的来源是什么，那脑梗也是一个病名而已，脑出血也是，其实处理方法都是一样。那如果你了解了，你自然以后，因为原始点的推广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那得了之后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这个很重要。但我们因为常常太相信医学，以为这些偏瘫或是什么一定要去医院，那找出来的又是果，不是疾病之因他给你一个脑梗，那个也是果，或脑出血、组织受损也是一个果它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它不会造成偏瘫的理由。所以为什么去了医院处理了脑梗或是脑出血之后，它偏瘫还在，甚至症状还加重？这种患者我看了蛮多，那就代表他的处理方式，包括诊断，诊断出果来把它当作疾病之因，本身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然后再来这些破坏性的，只是从果下手去解决脑梗也好或脑出血也好，那个对症状是没有帮助的。
甚至还会加重。那了解了，你从诊断跟治疗一开始就应该要审慎的评估这个医学，既然原始点也是一个医学，然后又没有侵入性，然后刚刚志工也回答这么详细，以后你们遇到这种问题，事实上就可以在家处理了，我认为这个反而快，而且没不会路途奔波让症状加重，而且检查也会使症状加重，这不利于患者的后来后续的一些修复，因为它常常造成的很多是你延误时间越久，它组织受损越严重，那你一发现马上立刻给他按推温敷，那这样患者后续的修复时间就会缩短。好，那我大概就补充到这里了。